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那今天就来到士林观光夜市。好，那就逛一下啊。啊，这是写50年的冰店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少年街啊。这边有的店音乐感很强啊。哇，这个糖葫芦看起来很漂亮啊。再就小吃的也比较多。
其实这边就到了这个比较有名的海友十全排骨哦。哦，这家是有名的店家。还有啊，这边叫做一家食堂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逛。啊，这边就到那个很有名的上海生煎包啊。好，那我就吃两个肉包。鲜肉包。好，那这就没有什么目的的吃一家啊，但这家是名店啊。好，汁多味美，还不错哦。记得这家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店家。鲜肉包，赞哦。一下子排队就排起来了。好，再来就继续逛啊。我们家小孩说，虽然好吃，但是不够热啊，就温温的啊。
那分数是80分。那再就走到那个刚刚入口的地方。看看我们前面那边有活动。嗯哦，好，谢谢。欸好，这家很有名啊，郭家葱油饼。好，日式铜锣烧。这一样是音乐感很强的地方啊！大上海生煎包，好屌！啊，这个是臭豆腐面线，啊，地瓜球，哦、啊，这家看起来好漂亮啊，美式热狗堡。好 ，Go。这边应该是往庙口吧。庙口。阿曼西了。好，那个朋友就跟着我的影片来逛街了啊。我不会啦，就手洗就好了。哦，有的音乐感超强。这帽子好可爱啊！哦，剪刀式鸡蛋糕。好，那我记得有一个士林夜市有名的香蕉煎饼，不知道哪一家、啊。
老大薯条，筷子，哎，大嘴啊！你别瞎买哦，终于满版就送大娃娃了。啊，新加坡沙爹，哦哦哦。好，这个上次应该是朋友讲过，是很怀念的生炸口味啊。好，那就去逛。叫做翻滚地瓜球，大肠包小肠，啊，什么大姐姐？哎呀，那是想做零差的。哎，我吃了什么大姐姐啊？啊，这个是素食牛舌饼啊。这家叫做亚米亚米啊，他打我，我跟你说，他觉得都是亚米。你要往哪里？哦，炭烤鸡排。这家的人也超多啊。家乡炭烤鸡排，好，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满满的炸鸡排啊，生意非常好。好，这家我之前也有拍过哦。好，那恩嫂在那边，我先往前走好了。好，那我有吃一家东西，原则上是走景的影片啊。雅丽鸡蛋糕。
啊，是鱼蛋。炸鱼奶吃哦。炸鲜奶。一样要客家饭吗？火烤牛。啊，再走一段路，走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啊。啊，这排队都排这个豪大鸡排啊。阿义铁板烧，这边好多人。大桶牛排，哇，超大香肠。那什么，想混大混都可以买哦。意义海南鸡饭，啊，这边是蚵仔煎。好，那终于走到庙口了。好，这肉卷看起来蛮赞的。旋转马铃薯。三十七号吗？谢谢。看起来蛮特别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走这边哈。好，这看起来很小巧可爱啊。哦，很香啊。鲜虾蛋，
后再烤杏鲍菇，生意也超好。海黄螺，这个叫做帝王蟹肉棒。杏鲍菇排超多人的，其实杏鲍菇很好吃。好，可能这次影片会比较长一点哦，那有兴趣朋友就看一下。要试试看是？可以啊，是啊。要买一份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地上生意都超好的。啊，这边是西瓜区。现在还有草莓，好，草莓牛奶一杯。好，吃吃看。好看啊！这应该蛮好吃的。起司鲜虾蛋。起司控就可以吃啦。好不好吃？真好吃。再加盐酱，欢迎。好，慢慢吃啊、哦。那我先到前面，我再走回来啊。好，那我家人慢慢吃，我就先把这一段拍完。啊，这个也是啊、哦，鲜虾蛋，这也是啊。
好，那这个就是小菜类的东西哈，烤玉米。好，这个董事也不少啊。这一段人最多、哦、都是排这个哦，这庙口米粉汤可能值得试试看啊，我们吃过好不好吃啊，庙口米粉汤好，那就回头找燕草了。好，那就希望这个我的周子影片各位朋友会喜欢啊。好，这个是阿辉面线啊，得米其林必评的店家，但是个人觉得还好。好，那有人跟我讲说前面的阿亮比较好吃，好，就这个、啊、阿亮。他说阿亮比较好吃。好的，阿亮比较好吃啊。好赞。OK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阿亮面线，那有人讲说这个比较好吃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就是人山人海的士林夜市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逛得开心，拜拜。